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收看台，我是小颖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我们还是要从，哎，等一下。想想看哦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耳鸣好严重，现在耳朵感觉都堵住了。我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有一个密码解不开，应该说两个，可是我觉得它可能里面只是钱，这种密码一定跟这些数据有关系的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，1234567890，可是我得到的密码里面就没有哪一个跟数字有关系的、啊、这一排应该是都是星座。这排应该都是星座，不太懂它是什么意思。可是我觉得最后的谜应该就是藏在这里，有没有其他地方是我忽略掉的？检查一下好了。跟这应该没有关系。就差一条。
看一下有没有别的东西。这想必应该是一个开关，因为它有一条电缆。可是这串数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前面这些符号都还有迹可循，还是说这些数字其实跟这里是没有关系？它不是解这里的。比如说，它其实是解这里的。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3块钱。这个盒子给我一个很不好的感觉。我觉得它里面是3块钱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别的什么地方有谜题的答案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觉得今天这个如果解不出来，我觉得我们很难再走到别的地方了。阿成的公溜到这里。太阳系，就这些应该是都没什么关系，关系的就只有这一张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或者说，这张图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还真是看不懂。中间那个是太阳，如果是按照，这也不对啊。这个是星座的图案吧？对啊，这是星座的图案吧？可是这个中间那个是太阳的意思吧？目前没有进度，目前卡关中，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它这个到底那两张纸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，看不出来。真的看不出那两张纸代表什么意思，而且我们也没看到其他是三个字母的。难道这个房间还藏了其他的资讯吗？但也可能它是藏在别的房间里面，或者是某个小角落里面。哎，啊，还真的有，哇塞，不会吧，我们现在是要用这一打数字去 test 的密码吗？好嘞，这是，刚刚我还在嫌弃没有密码呢，现在是密码太多了，该怎么办？有些数字不存在的就可以删掉。例如说，像这个就没有办法。
他会跟我说我测试半天结果没有吧。这一组最后一码只有一到只有一到零。那这个呢，这一组竟然是欸。好好好好好，这样子的话以此类推，我应该也可以把旁边那个保险箱也给解了。哎，又一个光球，可恶，我觉得我被骗。好吧，这一组的，哇嘞，这一组感觉又比较麻烦。这一组最后面是二三四五，看看，用过的密码他应该不会再用了吧。怎么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有什么符号，这里就只有这些符号。这个呢，跟咦，没有那个符号，那有什么符号？只有这些符号。嗯，也没有这个符号啊。也没有这个符号，也没有七，这个就是我刚测过没有的，它没有这个符号，是这个吗？在下五五三，嗯，好吧，看来我觉得五五三应该是唯一组可以符合的数字，我就知道。还两块而已，哇！那看来我拿这个钱下去填腰带，他也只是给我钱而已，他也不会给我别的了，真是很麻烦呐。而且好像光球还不够嘞。还少一颗啊，应该还有什么，这东西不能动，其实本身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遗漏的呢？这个栅栏我觉得它应该要可以动耶，我突然觉得。像我这边等于是都碰过了，没有东西。结果我刚挤了半天，就一个光球。也是很坑的。这个那么大一个房间里面居然没有别的东西。
这个是要排成什么样？好吧，我不太懂他在什么讲什么意思，不知道。可是他既然让我过了，我就过来吧。一个小小的收集品，虽然有点不明就里，可是都过来了，我也就乐呵呵的过来了。这个上楼会到哪儿呢？我这就是一条出来的路。他逗我呢？他是不是逗我？然后我就出来了。我怎么这么走了这么大一圈进去，然后他现在就把我丢出来了？什么意思？重点是他前面如果没有什么改变，那我出来有什么用啊？我们竟然又回到一开始的地图了，这真的是哦，这真的是回到最初的起点啊！这个，呵呵，我又看到这个我们找不到的头。以前我们找不到，我们现在也还是找不到啊。那到底他让我过来有什么意义呢？还是那没什么意义，它就是一条路。你看，所有东西都回到一开始这里了。我想想看哦，不是很明白啊，他这样到底是想要干嘛？还是这个地图有哪里有改变吗？那我们可以从这边下来，这边就到达我们刚刚那个。但我们到这里来是没有什么用的。就只是让我在这边绕了一大圈，可是我现在真正要解开的谜，应该就是还是在想一下，伙计们，我记得这里有一只石像鬼的吧？是我没记错吧？这里本来有个雕像吧？难道他跟着万圣节活动结束，那个雕像就跟着走了吗？奇怪，我记得这里有一个雕像的啊，不见了呢。
难道它是万圣节活动的一部分？所以万圣节结束了，雕像就被收回去了吗？因为你看这些万圣节的东西都不见了嘛，所以那个雕像是被收回去了吗？或者它是案情并不单纯？这个场景，它就是我们一开始来的地方啊，只是他把那些万圣节那些东西拿掉啦。但是我是说，那个石像鬼也是万圣节活动的一部分吗？因为他把那个石像鬼也拿走了、啊，那个石像鬼搞了半天是万圣节的一部分。就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有一个石像鬼的啊。它到底是万圣节的一部分，还是那是另外一个谜题？就是石像鬼真的不见了。我们到处走一圈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好了。就除了那些南瓜都不见了以外，有没有多什么或少什么东西？我们去找看。虽然我是不抱什么期望的。而且我也真的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把我，他到底那么多机关门是怎么样？这是搞什么鬼？其他东西都跟原本一样，这里也跟。他换回来了，他本来这个是一个骷髅头的，他换回来了，但其他好像就都没有什么变。这样我就还是找不到那个。这样我就再走回去看看好了。我还是找不到最后一个石像鬼的头。我们应该要走到，有啊，之前那堆骷髅头就是他的万圣节活动啊，他有一些特别的收集品，只是我没有收集起而已。好像也是一样，跟原本一样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因为我这关还有两个光球跟一个灯泡没有处理掉。爱斯基摩星，这个两个光球跟一个灯泡我也不知道放哪了，这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就其实这一关我有很多谜没有解。可是他们应该都是那种两块钱、三块钱的啦，就不解也不会怎么样那种。就解了他就给你两块、三块，你不解其实也不会怎么样，他就是一个 bonus 吧，好像。解，好吧，这个地方其实就这个东西。239，哎，这是新的啊，蛇妖星云 SH2274，这个一定有什么意义 ，SH2274，跟时钟会有关吗？H2274，感觉没有什么关联。蛇妖星云，2392好像是某密码。那 SH2274 呢？
好像还是没什么用诶，得到这一串密码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又是什么鬼？这应该没什么用，我在想。哇，那这张图好像真的没看到其他什么有用的东西。这个时钟它应该是有什么谜的，可是坏掉的时钟，它的指针。这好像没什么意义。有没有任何跟时间相关的？1705，但这个1705应该也不是，这应该也不是。那将第三行中间的那块砖放到正确的位置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砖墙是在哪里的砖墙。也许我应该要去找到那个砖墙是在讲哪里的砖墙。好吧，去找看好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房子里边吧。应该在他们的房间里，去找看好，看看谁的房间有这种砖墙。嗯，这里看起来是没有。这里看起来是应该是没有。下一间，下一间，下一间。我们稍微检查一下吧，我们之前可能很多东西没有那个。跟这里应该没有关系。砖墙。哎呀，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，我们之前来玩过了，好像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玩了。这些我们都看过，虽然说它床底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啊，不要掀开好。鬼故事都是这样演的，床单掀开就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还是不要作死比较好。砖墙看起来，这个倒像是砖墙哦，可是没有办法点，那我就点进去看看。这个点过了。砖墙，这个密码也很奇怪，他明明就给了这个，可是他却没有什么地方让我输密码，就很奇怪。而且砖墙是指哪里啊？这个电脑我没玩过。没有东西啊，这里的两个门看过，这里的两个门
这个170我们有用到过吗？不是欸，这个170我刚刚试过了，它没有用。是没有其他东西了。170，对啊，那个时钟我试过了，可是好像没有反应。还有两个房间，哦，这边就出来了。这也是很奇怪，这个箱子打不开。因为它这边缺少一个把手，可是我找不到那个把手，你知道吗？我找不到那个把手。然后我手上现在有一个灯泡跟两个光球，可是我不知道插哪。我是从这里出来。总不可能把灯泡插这里吧？这就太酷炫咯。不好说。我觉得砖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线索，因为他就已经有告诉我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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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什么衣柜？没有衣柜啊。都没有办法看。哎，又进来。我记得我好像在别的地方。哎，我怎么又进来了吗？我到底有多路痴啊？我不要再走进那个门了。砖墙，总要有什么地方。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刚刚那个一样，它就是一个那种石头墙，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放进去的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的问题应该是这个灯泡是干嘛？再稍微找一下，搜一下这个房间好。而且1705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还是也有可能是我已经用过那个密码，只是我现在忘记了。砖墙，他就说这个砖墙是我去找找看有什么地方是这个砖墙，可以用到这个砖墙的地方。因为它有一个地方，就说这个吧，哪里有长这样的砖墙啊？被挡住了，所以应该不会是他们啊。金色宝箱哦，哦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金色宝箱是这样子的，你要先去一个地方拿到钥匙，你从那个，我们一开始上岸的时候不是一艘沉船吗？有没有？什么空白砖才是用？我们一开始上岸的时候不是有沉船吗？你从那个一开始上岸的那个沉船地点，然后你往南边走，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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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它就会走到一座岛。
然后那座岛上就会告诉你怎么拿到钥匙。这个我们玩过了。真找不到他的那个砖到底是指哪里的砖，我就都没看到有什么用的砖是可以动的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它有一个200级的地层，不是吗？那个200级的地层，它纯粹就是吓吓你而已。它那个地层里面的怪根本没那么强，它那个200级是吓你的，那个怪其实很好打，你大概练到90级就可以去打了。他换地图的话，这些东西就都不见了，所以他不能换地图。他一换地图，东西就都不见了。唉，砖墙。难道1705只是这边？为什么没有用？哎呀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用啊！这个土特有个毛意思啊！好，我们刚刚捡到这个 SH2274 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天命玩的还不错哎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哦。他是要是继续撕掉我书籍中的书页，他的鬼魂就会在晚上去找他。感觉像是他的房间里面。那个毛球可强的嘞。什么图的右边？你说哪个人脸啊？这个吗？这是人脸吗？不是在讲这个吧？这个吗？你说是这个吗？对啊，那个双子座长得就丑丑的。感觉不太像啊，没有反应啊。没有啊，也不是25啊，木有反应，木有反应啊，没有反应啊，没有反应。照理说，他的一些资料，这个灯泡到底又要装哪？太多谜没有解了。这个密码我用过了，但是那个 SH2 那个密码我好像还没有。SH2 这个密码我没有用过。其实。
我觉得这张图应该纯粹只是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谜。不会耶，这个时钟坏掉了，坏掉了，呵呵呵，它坏掉了。坏掉了，有可能砖墙就躲在后面了。我觉得，搞不好就是我如果转对这个时钟啊，它就会开始嘎这样子。也有可能是转到对的时间以后，按一下这个哒，它就打开之类的，也不是不可能。真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简直就莫名其妙，这个啊，这是一个收藏品。哎呀，这个游戏总是这样搞别人。哦，他这个就是在讲这个。我看看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先把所有可以动的砖墙都先挖出来。好，这是所有可以动的腿，还被我蒙到了。然后，它里面有一篇说，它如果把什么，它里面有一篇是说什么，它如果把正确的，我可不可以看下一篇？下一篇呢？它没有下一篇吗？我记得有下一篇啊。他说，他必须在最后将第三行中间的那个砖块放到正确的位置。第三行中间的那个砖块，还是说叉叉是凸出来的？叉叉应该是压下去的。还是先全部压下去。然后，一二，他说第三排中间的那一个砖墙啊，所以五个有顺序吗？我看看哦，这个吗？这是指他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对，我也想问为什么没有用？不是打叉的吗？不是啊，你如果是要按第三排，
中间感觉是这块啊。让我好好想想，他说如果他理解没错的话，他必须在最后，原本有两块砖是凸出来的。我都快要，我都快要记得这些砖块的排列的顺序。我说，我觉得我们先搜寻一下这个房间好了，搞不好有什么其他地方是我们漏掉的。但也可能转了一圈发现并没有漏掉的地方。这个楼梯是从哪里下来的？没有漏掉的地方我们就是一定只剩这个墙也是啊。好像不是这样，我想想看这些砖墙它打着叉的砖墙为什么没有用，三排中间的那个方块这块应该是这块，我刚刚也是这样想的它应该是要按照某种顺序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什么意思啊？
你说打叉的砖块凸出来吗？啊，打叉的砖凸出来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拿个笔把它画下来，我一直这样对我觉得好麻烦啊。哦，打叉的砖块。啊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说我们一开始把所有的砖都凸出来。其实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是什么、欸、你的意思是没有啊，我就把它点了一次啊。算了。啊啊！是什么神秘的小房间？哎呦喂啊，这个好像是什么邪教的那个仪式房间的感觉啊！开门啊你，开门！不开，那不开我不能把你怎么样，我找钥匙。钥匙呢？一张照片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迷解半天，他给我一张照片，这就是这个游戏的调性，是不是让人有点生气啊？这个游戏，他竟然专门设计出一个房间，就为了放。这张照片更惨，各位伙伴，一张照片，我跟你讲，它就是这么渣的一个游戏。它设计一个谜题让你玩，然后它最后会给你一张照片，就没有东西，你敢信？而且那个照片我还不能看，那个照片长什么样？这还是最坑的，这还是最坑的地方，就是我根本不能看照片的内容，好像没有东西嘞。唉，满满的恶意啊，这个谜，就给你一个这个房间好啦，也算是，他也很认真啊，他至少他做了这么多东西给你看吧，那这不是我们要的啊，可恶。纸没有办法点啊，哪里有纸？也可以耶，我进来了，疯狂凯撒明明都是我的啦，但是这里没有路，哒哒。好，就这样。No use， 各位伙计们，他就是在玩你。好，好嘞，我们被玩了一圈了，我们出去了。唉，我到现在还找不到地方插，我找不到地方插我的电灯泡，这个电灯泡到底要插哪里啊？而且我也还找不到地方放我的那个，找不到那个拉环的那个梗，那个把子，也还找不到。好恶劣的游戏哦，这样说。照理说，他那个拉拉拉把应该不会放到太远的地方啊。
可是我就不知道他藏哪里的，他可能藏在什么奇怪的角落，我在想。跟这个游戏恶劣的程度，他可能真的把它藏在某个角落里。可是我觉得我拉开也是几块钱的事情。这东西，我怎么又进这里来了？老往人家家厕所钻嘛。好，我看看啊，这边这个箱子，我是觉得它的那个拉杆应该都不会离它的箱子太远才对。看我们之前解它都是很快就被我们找到了，所以我觉得它那个杆子应该是不会太远，应该是其实就是在这附近，只是我就是找不到它。可是他其实应该在这附近才对。开门啊！就不开，就不开。他可能藏在，比如说墙壁的缝隙里啦，应该是不会啦。他就藏得很好，我找不到。然后我爽，这个灯泡能干嘛呢？有哪一盏灯的灯是坏的吗？大家观察一下，有没有哪一盏灯的灯泡是坏的？我们看能不能去给他换个灯泡。他如果真的给我藏在箱子里，我真的就没什么好说的，打死那个游戏制作者。我是在想有没有地方它的灯泡是坏掉的，这样子我可以帮它换一个新灯泡上去，搞不好就有用呢。啊，到下一个地图，好吧，到下一个地图吧。我们要过关，我们还是得要走这个地图，因为这个地图它才是过关的地图，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这个样子的开门的那个道具。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那个道具，我去找找看那个道具在哪里好了。我们到处找一圈，我看看哪里有那个开门的道具，这样至少我比较知道我到底现在要解什么谜，不然呢我根本现在就毫无头绪。这毫无头绪这个东西吧是干嘛的，钻这个小洞吧，我忘记这个小洞是通向哪。哦，通向这个房间它好像没有别的东西。搞不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光球，然后可以去领3块钱。这个我们之前看过了。哦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我好像五圈 ARP147， 这又是什么鬼？ARP147， 我们现在在楼顶那个地方，我们还有一个圆盘。啊，这里什么时候这个啊？3块钱呐、啊，这个大家不用想了，我可以告诉你的，就是3块钱。哎呦，还2块，穷酸穷酸的。连3块都不给，就只给2块。我们现在其实需要找到一个圆盘，理论上。关掉，吵。理论上我们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圆盘，实际上需不需要不知道，其实可能不需要，我等一下再去试一次看看，搞不好其实不用找到圆盘呢。先再绕一圈看看这里还有东西，
这是什么游戏？我等一下去 Google 看看啦。我等一下去 Google 看看。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房间里吧。哎，绕一圈看看。这里就是刚刚被我们超载的房间。但现在应该没有东西了。看看墙角什么的。没有，被我们玩过，没有东西。到处找找有没有什么遗漏的。来，我们又上来啦。这次我们试试看，我们把所有灯都打开吧。我看来看去，这是最后一个谜的地点了。可是我们好像缺一个板子。啊，炸！好可怕。是什么意思吗？这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这边我们缺一个，所以它缺一个灯，你知道？缺一个灯。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，我们把它的灯全关了。木有反应，这里少一个钥匙孔啊！我要去哪里找这个钥匙啊？某处应有钥匙。我要找到方法上去，所以我一定要想到方法上去。我觉得就是我要找到钥匙。这里也不能说没有提示吧。下面哪个房间啊？会去。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那个我进去了。里面没有东西，里面好像就一张照片，还是三块钱的样子。就依照惯例三块钱，甚至可能只给你两块。依照惯例，依照惯例。从这个，真的是一个无良游戏，我真的说，这真的是一个无良游戏。你解半天，他就给你三块钱。
我现在就感觉我缺他的一个盘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感觉，我现在感觉是我缺这一个。他我找到这一个，我觉得我这一关米就过了。其实我不急啊。我现在真的就感觉，我真的就是缺这个钥匙孔，一个钥匙孔，因为它是一个钥匙孔。对啊，钥匙啊，就是一个钥匙孔啊。我现在感觉是我缺一个能够插钥匙孔的钥匙，可是说真的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啊。我觉得大概应该也就是在我们之前走过的某个地图里吧。照理说是不会太远，它应该就在这个房间前后的房间才对。会在哪呢？他这个让我设定成让我可以坐着看星星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再检查一次他的楼梯，这玩意应该是要放个什么东西上去，也有可能是我要捡一个放个什么东西上去。没有东西，没有办法。对啊，我也在想会不会还有暗格，可是没有看到啊。这个天文卡拉 OK，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搞头。谁去唱卡拉 OK 会想要走天文风格啊？感觉应该在某个地方。这个房间其实也是很可疑的。一张照片。哎呀，它到处是照片，你给不给我过关道具啊？你别再给我照片了，给我过关道具。在各个角落捡照片跟3块钱，迷一般的游戏，这是什么好？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就是需要某个什么道具的。啊，这边都起过了。其实从我手上的东西来看，我手上现在还有什么呢？我看我还有什么海报。五圈。ARP147。这包什么意思？可能是某个密码。还是我把全部再打开一次。一边顺便找找
哎呀，怎么看都缺一个呀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必须要再出去再探索一次这个世界。这张桌子是不是没有办法看？所以我觉得他照理说，他应该是不会想一个让我很难找的东西啊，因为这个游戏它并不是这么坏的游戏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善良的游戏，它那些谜都是用来藏钱跟藏照片的，可是除了藏钱跟藏照片以外，它的谜其实出的蛮简单的。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不会出那么难才对。对啊，我咋心里这么认为的呀、啊？我真的认为他这个谜出的并不难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应该是不会故意折腾人的。这个座位设置的是有点奇怪，没错。可是我是真的觉得他不会折磨人的。我们藏在内部行星中的蓝色小星球。谁是蓝色小星球？我应该认真看一下他给我的提示。藏在内部行星中的蓝色小星球是什么码啊？看一下说明。他们的家园星球，外部的太阳系外部，美丽的，看看啊，他们的星球环绕着一个热木星，所以第一个是环绕他们的星球。我们藏在内部行星中的蓝色小星球，有时候是这样啊。我找找看地球好了，地球的符号是什么符号？我才不要那什么邪教，我才不要什么卡两个月。海王星也是蓝色的呀，要不要把海王星给点？太阳系外行星，太阳系内行星是水星、金星、地球跟火星。这个好像一开始就按过了嘞。太阳系内行星，水星、金星、地球跟火星。
个也是之前投影过的啦。这个就是太阳跟它的内行星啊，所以我还是差第三个，我还是差第三个，就是差第三个。内行星、外行星，这两个我点过了。我现在大概比较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他们的家园星球。他们的星球环绕着一个热木星。他们的星球环绕着一个热木星，这个应该是指他们的星球。然后，他们的家园星球。看看啊，哪一个是在提示是他们的星球？是这个吗？五圈？所以是这个东西吗？这是太阳系内行星，太阳系外行星。他们的家园星球是哪一个？我觉得有一点。搞不太清楚，在想。他们的家园星球围绕着一个热木星，虽然我点半天也不见得是对的。但是我觉得可能跟这是有什么关系的，他的家园围绕着我，太阳系的内行星跟外行星，我觉得我应该是都点过了，还是还没点过，应该都点过了吧？太阳系内行星跟太阳系外行星，我觉得我应该都点过了。这是外行星。我解释解释，我居然知道这个游戏在玩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看，这个是太阳系外行星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缺的是它的，我现在缺的是它的内行星的部分，不是，缺的是它的母星球的部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找出是他们的家园星是哪一颗星。可是这个钮感觉像是内外行星的钮，你知道？是不是这个呢？从他这个给的线索，他就只说他们的星球围绕着一个，他们的星球围绕着一个
环绕着一个热木星，它是一个岩石星球，跟我们的差不多，难道是一颗地球吗？星球和我们的差不多，三角定位吗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看起来比较像土星，不对，如果单纯看这个图的话，是一颗超大的球跟一个小小的球，一个超大的球跟一个小小的球，这是什么星啊？金星、火星跟土星吗？这个长得这么奇怪的，又不知道是什么星。这好像是木星。这些星长什么样啊？实在是。是木星。是土星，土星是长什么样的？应该不是木星吧？木星是那个气体型的。哦，长这个是天王星，这是海王星。海王星也是那个吧？可是这个应该是太阳系外行星啊！我现在需要的应该是太阳系，感觉也不像是要太阳系的行星，可是我把所有的星星都点掉，它也没有反应，所以感觉应该也不是要把所有星星都点掉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个记录。我应该把每个星球的符号画下来。木星是2+4这一个，地球是圆圆的这一个，然后火星是一个箭头的这一个，水星是长着耳朵的，金星是一个女生的符号，然后海王星是一个三叉戟，天王星是一个奇怪的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的符号，然后土星，那剩下那个就是土星了。土星在哪？土星就是这个吧，长得怪怪的一个符号。
这个应该是土星。那么如果我们用金星、火星跟土星去算的话，要不要算上地球啊？可是我看它只有两颗星哎。金星、火星。不要算地球。对。感觉是这张图。这是他们的中间的那个行星，他们的星球是一个岩石星球。No, 应该不会是，它没有那么那个，它没有那么细，它应该就只是要，它应该就只是要抓出这两颗星是什么，我在想。它应该只是要抓出那两颗星是什么。那我的判断是，它那两颗星就是这两颗星，所以可能一颗长这样。可是它是一颗岩石星球啊，土星是岩石星球吗？土星不是岩石星球吧？那火星呢？火星是岩石星球吧？对啊，这不在太阳系之内啊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它到底是想表达什么。我点土星跟火星看看好了，这个是因为实在是因为我找不到最后一个，我找不到像钥匙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子硬试试看是什么东西。如果能够找到其他的解法，比如说这边有个什么，或这边有个什么。我觉得谜题应该还是在这些叙述里面。其实我在想，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，说我们全部点掉它也是没有反应，总不可能它的家园星是冥王星之类的吧，天王星、海王星之类的东西，给它一个天王星。
也许还有别的线索在想。古神星又是什么呢？他看看有没有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叙述。我看有没有别的叙述在描述他们的故事。这个是那个龙的故事，都不是，一大一小两颗星。我能够用投影器来将他们伟大的旅程分成三个独特的阶段：他们的家园星球，外部的气态巨行星，内部的蓝色小行星。三个阶段啊！我三个阶段难道没有都试过吗？巨态那个外行星，我应该也按过吧？就是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，这个我应该也按过了吧？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，就是长得比较奇怪的符号。木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，啊，这就是现在吗？外行星。内行星、外行星我都点过了。不行，我就真的还是要再出去找一圈。什么二段是木星跟太阳？这个是内行星啊，我们刚看的是外行星啊，所以我们看来看去，我们其实就是缺他的家乡星球。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要找两颗跟他家乡星球相似的星星吧。我在想，这几颗是内行星嘛？你这是圆滚滚胖胖的，这是太阳嘛？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找两颗跟他的家乡星球长得很像的星星给他。他们可能来自什么星呢？木星跟太阳的图示，你说木星跟太阳啊？木星在后面。它这个应该是内行星跟外行星的差别，没有反应。它这是内行星跟外行星的差别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它的
家乡的跟他的家园相像的星球，我在想。这是地球啊，这是地球。哎，莫名就亮了。哎，我莫名就选对了。我刚选的这个是什么？我选的哪两个星？我选哪两个星啊？我选的是海王星吗？就是我说那个照片上那个图嘛，对吧？一个是和我们相似的岩石星球，然后一个是类木行星、热木星这样。我选的是这个、这个跟这个、跟这个。哎，不管了，反正随便选。他就是我不知道，反正谜一般的游戏，我不知道啦，不知道啦。谜一般的游戏，你要我怎么解释？总之，反正我们进来了，其他都不是重点。哦，又来这种东西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，它一定就是为了整我们而存在的。你看看，等一下再搞这个小眼睛干嘛盯着我看 ？Oh no！ 这个绝对就是刚刚那个密码，好像不是这个，应该是另外一张。密码太多了，忙不过来了。好像也不是这个，再找找。我对希腊文不是很了解，我看看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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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我觉得这段话没有意义。望远镜控制，输入方位，我看看哦。我们要输入一个正确的方位，但是因为目前我们不知道方位是什么。一把钥匙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想先去看看是不是下面这个钥匙。把其他的星球跟全部关掉。那个位置要我们自己输入的，我跟你讲，很坑的。没有东西，看来目前的资讯不够。我们先上去。现在这是什么？哦，我擦！刚刚我们什么都没看到，是因为刚刚这个堵住了。好，我现在看看能看到什么东西。挺漂亮的啊，只是没什么。哎，这是什么？4块钱，大家，这个游戏真的很坚持中。哎，这个我看看啊，我这边手上应该有一个
我手上应该有跟这个东西类似的谜吧。这个我看不出，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还是看不出任何关系啦。哦咦，不，我觉得还是没有关系。上啊！我们手上现在的线索有哪些？这个是四，是四吗？想想看，我们现在手上有，我想看，齿轮又松动了。这个感觉有点像楼下那个拉环的那个符号，对吧？这个转一转，它会动哎。哦，他的意思可能是这个就是。这可能就是观察这个星星需要的坐标位置。那我们要观察什么星星？呵呵，这个吗？我觉得这很可爱，这个应该就是三。啊，这个是那个楼上天花板的那个，这个是楼上天花板那个符号啊。这边好像的确没有什么内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的确应该是我们观察星星要输入的东西。我把它写下来好了。哎，这个嘛。这个应该是我们试一组试试看吧。试一组试试看。我们试一组试试看，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的那样，是指这个。那这个数字怎么这么多啊？还要包含时间的啊。他只能输这三组。我看他的上限是多少？他的上限是59，因为这是时间吗？跟你讲，我是文组。嗯，那我嘞？那个数字到底是个毛意思呢？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数字会看到什么。我看到旁边有个亮亮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要找他的家乡吗？好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星系哦。我想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每个都要测试才对啊。这个东西它又是想干嘛的？这个跟下面那个东西长得还蛮像的，我们在下面玩的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有点像我们在下面玩的那个东西。重点是现在这串数字代表什么？这才是我们现在搞不懂的。应该说我搞不懂的。不管，我拿这组去测试一次。哦，他居然整个都会转，好酷哦！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我们刚观察到的那个符号吗？我毫无感觉，怎么办？而且我们看这个要干嘛？我们应该是要解开这个谜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应该是要，例如说我们要找出这个东西。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可能有关。说这个吗？加圆心吗？它加圆心不是长一个很奇怪的 H 状的一个东西吗？这个应该是我们要观察到三个东西，然后我们要把它点起来。可是说真的，我刚刚观察了这个东西，但是我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，我完全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啊！这个应该是我刚刚就是点的那一个，可是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哎，它在发亮，可是没什么帮助，你知道？因为我还是不知道它到底想我干嘛。坐标不对，奇怪了，我是对着这个坐标的啊。有点复杂呢，还是说
三个都要进来，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啊。哦，你说找一个三个都进来的，可是三个好在不同地方哎。哦，你说这个样子啊？抄，先抄下来。可是他最后一码没有到七十这么多啊！啊，他最后一码没有到七十哎，还是他七十是在别地方？这笔漏水了，写的我满手都是墨汁。啊！我怎么搞的？怎么会墨水都落水了？写着写着满手都黑了。好啊，我们先用手上这组数字，我来看看哦。它有一组70的，可是我好像没有一组数字，没有一组数字可以到70啊。因为这是秒啊，虽然没有一组可以到70的哦。转上去，什么转上去？这个70是什么意思？就有点不是很理解了，你知道？29 46 70，对啊，这个70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因为照理说你只有度有可能出现70，可是它也没有。它也没有到70，它就是在15到29之间。这个 RA 是什么意思嘞？所以超过到70的我就没有办法处理了。他就不能再给我一个更明确一点的提示吗？那些我们点亮这个东西，他要我们干嘛呢？点亮了这个点以后，反而不知道要干嘛。我把所有的灯打开看看。那个34也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这个3跟4？那1跟2又在哪里？没有反应，这个点到底想要干嘛？这个是。远观太阳系的状况，觉得我们可能要明天再继续了。明天的重点就是研究一下那个望远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去 Google 一下天文望远镜的方位设定是怎么设定的。
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去拿三块钱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像我们刚刚在玩的那个东西。它很像我们刚拿到的一张纸。哦，它有四个。这个亮欸，可是这亮几点的啊？不懂，不懂它这个在亮几点的，不知道啊。我们刚刚在下面玩了那个以后，单纯那种提升吗？这么可爱的吗？是不是又逗猛玩？我们刚刚点了那个以后，它这个下面这个灯就亮了，有没有？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又玩我吗？怎么老是这样？我们现在先去找那个地下室吧，我们把这个塞那地下室。可是我要怎么找地下室啊？地下室怎么去啊？这个路太多，有时候也是很困扰。我刚好是走这里的啊。换一个门。地下室。来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坑。收集品一颗，就是这么坑的一个游戏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。我们明天我们先来玩玩看这个东西。先到这里吧，明天再继续。啊，明天再弄啦，已经十点多了，休息了，我要去玩天命二了。休息啦，明天再继续啦。那下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